柏林佛光山的青年和义工们兴奋地挤在山门口，热烈地拍手欢迎新宝和尚。2024年国际佛光会欧洲联谊会当日，新宝和尚不辞辛劳地在午后临时起意，前往柏林佛光山，亲赠新书给众人。会就近成佛，成就圆满的佛道。佛经常讲，昏尿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在接心环节，新宝和尚为众人开示，与大家接心。就觉得他很慈悲，整场都笑，就是笑着在跟我们说，然后把他的一些经验分享给我们，也讲了一下怎么样，为什么要送这本书给我们，就觉得还挺受启发的。柏林佛光山的青年们把握因缘，与新宝和尚提问请法，并发愿要更精进发心。人间新闻德国柏林综合报道。